前的乡，是乡种水果甲蔬菜农民，为着要降低可能的损失，今仔日也拢无闲来做好预防的工作。除了种葡萄的农民赶紧套袋啊，预防水伤；种菜农民嘛无闲伫咧固定边啊，较免去互风来吹倒去。不过高山林务煞无法度提早来采收，互农民是真无奈，笑讲这干来当甲风台来博运气了。我目前现在在做的部分就是把这个棚架的部分要做固定。新乡罗纳部落的农民无闲来将闽岛的鸡鸭固定好，希望趁着风台来到进前做好准备，也降低损失。边仔太太也无闲来抢收已经好的闽岛，就惊透风落雨，将这辛苦几个月的成果拢总拍了了。因为这个台风即将来袭，那我们这个做农的农民当然会担心自己的农作物，因为农作物也会影响到生计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在台风来临之际啊，赶快把这些做一些防台的加强，哦，这样我们农作物的损失才会减少。这批闽豆就是刚新长，才刚开花，可是就是怕这次台风好像来势汹汹，这样台风一来，不管是风还是雨，我的花都会掉落，所以这样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采收，我们的生计。除了蔬菜，另外同款惊风台造成水伤的各位葡萄甲莲雾，因为也未到时间，无法度提早采收。农民只会当即个来土地啊，或者是尽量采收。看到满园挂在树顶的葡萄甲莲雾，农民无奈笑讲，只好甲风台来博运气。这两天台风会经过啊，所以也是刚好配合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下雨的话，它有那个很好的防范，是裂果，有时候没有套袋的话会造成那个裂果的一个伤害。莲雾这种东西没有办法，不能先放下来。没有，你一定要熟了才可以下来，不然你没有熟采下来也不能吃啊。对，消费者也没办法接受啊。新乡目前也菜类拢也未生产，因此这两天云霄农作物以瓜啊豆啊类较济。这两天也因为风台要来，预期生理交货量增加了两成，但拢算是正常范围。对着农民来讲，听到风台要来，除了积极预防，然后就是祈求风雨会当早日远离。记者金山采访报道。